前方高能，十秒记住宋朝所有皇帝。太祖太宗真人应神者，徽钦高孝光、宁立度、公端怀。记住还不够，不能炫耀，各用一句话概括皇帝特点：才华横溢。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，陈桥兵变，黄袍加身，重文轻武。哥哥是太祖，弟弟是太宗，宋太宗千古一案，烛影斧声，建崇文院，编太平御览。接着是真人应神者真宗，真宗签的澶渊之盟换来百年和平，仁宗百事不会，只会做官家，开启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。英宗在位仅四年，大力推进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。神宗三大神仙操作，让王安石变法神，元丰改制神，五路攻下神，北宋百年和平。直到徽钦二宗被掳走，靖康之难，北宋没了。北宋皇帝各一句话，就是太祖黄袍加身，太宗烛影斧声，真宗澶渊之盟，仁宗百事不会，英宗砸缸资治通鉴，神宗五路攻下，徽钦靖康之难。南宋更好记，高孝光、宁立度、公端怀。高孝光高宗赵构南渡建立南宋，岳飞抗金就是高宗当政。孝宗前存之治，隆兴和议，光宗双重喜庆。重庆原本叫光州，光宗在这里先封王后即帝，双重喜庆，所以叫重庆。接着是宁立度，宁宗开禧北伐又吃亏，李宗联盟灭金，争议最大，杜宗耽于酒色。最后宋末三帝公端怀都是杜宗的儿子，老二、老大、老三。宫中归降蒙元，18岁出家。怀宗崖山之战，10万军民为国殉难，宰相陆秀夫背着8岁的宋怀宗投海殉国。前面连起来就是太祖太宗真人应神者徽钦，后面是高孝光、宁立度、公端怀，连起来就是太祖太宗真人应神者徽钦、高孝光、宁立度、公端怀。再来一遍，太祖太宗真人应神者徽钦、高孝光、宁立度、公端怀。你学会了吗？公元1323年，在归降蒙元的47年后，客居燕京的宋公宗，也是宋末三帝之一，他想起了临安，写了一首诗《寄予临河静》：梅花几度开，黄金台下客，应是不归来。想问一问西湖边上的隐士宁波，我离开的日子里，梅花开了几次了？客居他乡的我，应该是再也回不来了。